幸就是这一辈子能够认识他这样的一个人，对，其实我觉得这是我的荣幸，然后希望，因为他刚才有跟就是他的儿子顺福聊一下，就是他希望就是让大家还是就算是已经离开了，还是留给大家是快乐的、开心的，所以他也希望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件悲伤的事情。我一直挂念那个大调的票房的问题，没有赚钱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最不重要的事情，对啊。反正徐华哥有很多的作品，然后都值得大家一看再看。对，那些什么钱啊什么的也都不重要。好，谢谢。嗯，对，反正希望大家就是喜欢大哥所有的作品。这样，最近有想起当时拍大调歌的时候跟朱大哥相处的回忆吗？其实我想到跟大哥的所有回忆都是很开心的，然后很多时候是他在拍戏的空档的时候教着一些做人的道理。我觉得他毕竟是平常长辈，他有很多人生的一些想法，对，然后在跟我们讲的时候，就是会获得很多的剧本，他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。那相处相处就会觉得他是有状况的人家差。其实他从来没有让我们觉得身体差过，对，这是我觉得他最酷的一件事情，从来没有。他看到我们都是充满活力的，然后客群啊，他就是这样，就是每一次就是充满活力的，他笑笑的，从来没有让你觉得他很虚弱。